说谢谢红豆姐姐。谢谢红豆姐姐。不客气。谢谢姐姐。这谁家的小孩啊？小葫芦是小春姐他们家的，国宝是晚上路口卖烧烤杨冠军他们家的。小春的女儿，她都结婚了？她都离婚了，前夫在昆明，孩子归她管。哦，来了，你趁热吃啊。嗯。我平时除了在学校上课之外，还喜欢爬山、野营。哦，对了，我在我们小学还组织了一个野营小队。哦，野营小队呀！嗯，还有什么？野营小队。啊，你好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大哥也特别喜欢这种户外活动。我大哥身材一看就能看出来吧。而且我告诉你。我大哥还特别喜欢骑马，他有一匹马的名字特别可爱，叫小可爱。不要影响到客人。哦哦哦。一天天的，没有特别点是吧？对对对，挺爽口的。我给您倒点茶吧。这儿就跟在自己家一样，别客气啊。需要的，这里的工品全是你做的？不是，我师傅还有其他村里边的师傅雕完就放这卖。我刚学几年，哪能雕这么厉害？哎，那是个什么？这个就是我瞎雕着玩的。有意思哎。有意思吗？这女人看着气急败坏的样子，但是还挺搞笑。你雕的谁啊？我姐。你姐？啊。你不说我还以为我姐。你从隔壁咖啡店来的？啊，我看两家院子挨着。那个咖啡店就是我姐在经营。你姐是谢小川？你认识我姐？我租的房子呀，昨天来的。哦，你就是小院的新住客，我叫谢小夏。许红豆。许红豆。啊。哎，这个给你，拿着玩吧。谢谢啊。没事，有空过来。哎。拜拜。
进寂静的森林，看夕阳之下远山的风景，屋檐的水滴悄悄的阴雨潜入了眼睛，世界像一座安静都认识了，一定再来啊！啊，来！谢谢你，小春姐，认识你太开心了，我肯定来。这个是我们这儿的新茶啊，一定要喝，尝一尝。谢谢你的礼物，拜拜。哎，甭客气啊，有空再来玩。嗯，慢点啊。好，一定再来啊！拜拜。喜欢李老师哈？喜欢啊。我觉得李老师真的不错，怎么样，娶回来？说的好像我娶了人家就会嫁一样，根本没瞧上我啊！怎么没瞧上？没瞧上人家能主动留你微信啊？我跟你讲啊，这微信留下了呢，你得主动点儿，就当交个朋友嘛。这李老师真的挺好的。嗯，挺好，挺好。哎，夏夏的事儿，你别转移话题啊。我知道了啊。微信也加了是吧，人也挺好的，先当朋友可以吧？不许敷衍我，真的主动点儿。哎，行行行。